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大家好，我是蝴蝶，蝴蝶来了，福气来啊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发大财！恭喜恭喜，我是 Money Money， 祝福大家金牛年好运一直来，金银财宝来来来！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启田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，招财进宝，宝岛万宝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欢迎收看宝岛万宝。哇，今天就是过年啊呢！哦，今年吼是三十年哦，今年比较特别，今年是三十年，有的时候是二十九，有的时候是三十嘛哈。今年是三十年呢，啊，今天就是过年一天啊，今天就是除夕夜了。哎，叶大哥，你敢要跟我分享一下？讲恁过年拢咧无用声。先甲各位拜早年下啦哈，还跟曼玲跟蝴蝶啦哈，大家这个年年都快乐安尼啦哈。虽然是讲即马七年安尼，即马等你一大久啊都过这个牛年安尼啦。还有气候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啊有诶讲哦，啥物啊都啥物哦，做些这故事。持续啦哈，啊那种七七年就安怎啊，都讲迄个安尼啊牛年啊，都什么兔年啊，无就什么吼，十二生肖啊，十年拢爱讲吉祥话，无讲。你今嘛讲十二生肖，我就想到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您哦十二生肖的年，长得拢好诶，哈哈。哦，我爱讲十二句啦，我就是讲好诶，你就好话啦，我不是讲十二句。在讲啦，为啥不呢？哎呦，这个无多啦，但是无同款的年代，应该是无同款的习惯。小蝴蝶，你们小时候有放炮啊？有啊，啊是几点？差不多这边炮啊，这边我只有仙女放，就会使啊。阿叶大哥，到底吼这过年吼，今仔日即工，今嘛这个时阵，就是三点到四点对哇。其实呐，照你讲吼，今嘛咱家的妈妈、姐姐，大家拢足无闲的才对啊，要准备年夜菜了呢。不是。诶，食的当然是真重要啦。啊，阮家哦，啊当然哦是一年哈食无几代哈哦鸡肉安尼，当然是这是温素的啦。啊，温素的，欢喜。温素的，但是不是干那温素的迄尔，不是食物件的代志尔啦。拢会想讲嘿，这红包吼，啊这个压岁钱吼，我看。看看的可能也是甲旧年白钱，别来，牛年来，大家好运拢总来啊！这个扭转乾坤，金银财宝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安尼好无？啊好，好运来，歹运去，安尼就好了啊！所以最近拢爱乖乖哦，不可以乱说话哦，要说好话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呢，一定要把。做这代志啊，伫个囡仔完成哦。还有啊，初一啊，咱都爱讲好话，袂使做打扫啊，这拢袂使哦。啊，对吼、哦，阿姨大哥，啊，你有拜拜无啦？哦，今仔日拜拜，除夕爱拜无啦？这拜拜吼、哦，我是我是讲你专门的，拢叫起工啦哈，叫起工啊，起工啊，啊这我拜吼。啊，这个地基主啊，神明啊，啊，这个祖先呐，哈，啊，这里啊都啊，要拜地基主的时阵，哦，我甲各位观众朋友讲，你可能唔知影，咱去点香啊，去拜的方向，就爱向内底拜哦，向内底。哈，向内底拜啊！你唔能讲啊门头啊，怎么向门头拜住？哦，那就不对了，因为地基柱是地，地兰刀，哦，地兰刀哦。对，而且啊，那边吼拜祖先吼，都爱看迄个。
啊，上好字，上好是你这三字吼，讲较侪句的。三字都三字。嘿，啊，安尼太强调。叶大师，请开始。嘿，都爱三字，咱有诶拢讲哦，阿都吼，阿公哦，阿妈哦，啊哈，安尼阿祖吼，安尼拢安尼尔。我讲，吼，阿我直接讲个太祖。我讲啊，你规气甲讲过六句啊。阿咩啦，讲啦。阿你都哈，阿这红白吼，吼，咱吼阿什么阿姓姓啊？哈，姓姓啊，你都讲什么？什么姓姓啊？诶，这个祖先，哈，阿都是曾祖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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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祖父。哦，你哪讲哦？五故曾祖父都正十五代的。哦，曾祖父之交哦。哎呀，曾祖父就是阿公，数学很好。爸爸，曾祖父，曾祖父，三代啦，一句曾祖父三代好，阿无是讲讲讲讲六十八代呀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加念两句啊，吼，安尼较会交到，哇，讲较会交到，哦，安尼吼，拜祖先，拜地基主，对对对，啊，拜神明，啊，拜神明，但是拜完了，上界重要就是拢拢咱在食，对不？团圆饭就到了，今嘛吼就欢喜，哎，请问一下吼，小蝴蝶，您细汉噶达今嘛阿哥有嘿？那讲围炉吼是围这个火锅吗？食火锅，还是人讲围炉，敢那是伫咧桌仔较爱放一个炉？你大哥恁家有放炉吗？我印象敢那，我阿公迄个时阵敢那，有含炉啊，放伫脚下脚桌仔脚。敢那有安尼啊尾下就怎？袂记，无传落去，连你大哥拢袂记，安尼可能袂传落去啊！我做受邀啊，是不是？我拢看到都要订迄炉呢，就是火锅那一炉，就叫围炉嘛，吼！哎，咱过年拢食啥物好料诶？妈妈，你今晚咧盛啥物好料诶？来来来来，大家算看卖，爱食啥物好料？过年一定爱食啥？哦啊，过年是大家拢知影迄个冬年菜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冬年菜哦，哦对，还有鱼啊，鱼啊，鸡吧，鸡吧，爱拜拜啦，然后三星拢爱有得着。哎呀，搁食一个佛跳墙嘞，食一个，因为有价位省人呐，我们就还有吃狮子头哦，团团圆圆大狮子头。对哦，哎呀，三星五礼，三星五礼，五礼是什么？都爱鸡两行啦，两行哦，啊，都有鱼有肉，哎，三星啊，还是三星，哈，阿妹，阿哥爱啥？阿五礼两行，各鸡两行，蔬菜看过年嘞，安尼。啊，就是三五的鱼啦、虾啦啊，啊，迄是固定的，迄是固定。恁阿拄仔讲的，迄是拢固定的啦。哦，落落鸡啦，哦，啊，迄个鱼，啊，迄个鱼都鱼嘛都切落安尼大片大片，安尼长长啊，迄啊，落三鲜啦，三刀啊，甲鱼啊，都安尼啊，都安尼煎咧煮咧。啊，你有食白鲳无？哦，啊，所以爱五类，所以过年爱过拜较青菜啦，对对对对，袂使跟恁三行俩。我想讲水果跟他们两行都无好，我来其实都不来要食嘛。啊，不过吼，一大哥，人讲迄冬年菜吼，是过年一定爱食。啊，但是啊，冬年菜好像跟那北部跟南部食的冬年菜无同款哦。那北部人是食挂菜哦。挂菜就是迄长长啊，叶啊真大个啊。吼，啊嘛就讲挑菇啊，挑菇啊就是伊叶啊较短。叶啊较短，啊就是敢那咧做咸菜迄种，我有诶叶啊较长诶，迄冬阴菜挂菜。可是啊吼，听讲啊吼，咱南部地区哦，食诶是白灵啊菜是冬阴菜咧。哦，啊，这我都唔知啊咧。哎呀，敢那无讲习俗啊。这我都唔知啊。无了咪靠澳门看卖，看恁倒食，甲阮倒共款嘛。对，有鱼有肉一定有诶啦。但是无一定食火锅吼，无一定有食。恁讲有食火锅？哦，火锅有啊，阮倒是有啊，有吼，安尼咧吃较紧啊，咧扒较紧。阿妈一定爱食菜头啊，菠菜头，对啊，爱食菜头啊，啊
你最爱吃什么叶大哥？寒冰粿啦。哦，讲几包无讲着啥，人阮就是还搁咧食咸的，伊就要食甜的啊！你看，甜粿啦，迄种煎安尼好啊，唔系迄煎甜粿我好食未？啊，从冬年菜，我妈妈拢叫过大家一定爱食、哦，我嘛唯一吼叫人吃是冬年菜。冬年菜啊，但是吼、哦、我拢去吼啊，甜粿啊未捧出来。甜粿啦，甜粿哦，啊，我倒是食菜头粿，哦、我用妈妈家己做菜头粿，嫩嫩嫩嫩我好食。你那人爱食甜啦，哎，小蝴蝶，恁到食啥？你上印象深刻？鱼啊呢？哦，你是爱食鱼哦？大尾，系啊，妈妈拢讲，鱼头袂使食啊，鱼尾嘛袂使叮当哦，个中啊，你会使夹夹，中爱肉，爱会使很平无？刚刚妈妈袂使叮平，刚刚食一面安尼呢？安尼跳过鱼啊，实在是讲吼。嘿，就是平常时啊，那最爱食鱼啊的人，气甲鱼头也袂使食，鱼尾嘛袂使食，因为爱虾米，年年有余。这个讲吼是习俗吼、嗯，真正吼有阵时啊爱嚼安尼才对，这样子才有好福气，蛮、爱传落去呀、啊。不、小朋友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吃这些，对不对？爱食甜粿。哦，好你探家会，哎、欸，哦對對對，这一定要吃的。啊，你啊，假吹气的时阵就不行了，落落来。但是小朋友都喜欢，陈叶大哥到现在还是小朋友，跟你单体贵啦，很甜点啦、啊、对啊，啊，不过今仔日听好，大家会做无用呢。咱嘛赶紧来报告好大家听，叶大哥要补充啥？啊，我要补充就是讲哈、啊，咱哈啊，这有两个。两项啊，都啊，刚才无讲到，都两项真需要哦。咱吼啊，做这个虽然有上行啊啦，哈、哦，上行啊，今嘛看是哈，车是车五，迄是不一定啦，爱接行啦，哦，这是啦，爱这个仪式哈，哦，爱大家爱人唔知讲问啊，那就好啊啦，哈、啊，啊，佫一项，就是讲哦，啊，像今日除夕夜，咁是讲哦。听伊讲啊，过十二点啊，衫啊，就未使洗衫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敢是安尼？哈，哦，啊，这不能打扫了，不能打扫，未使摒扫。啊，我即讲即个习俗哈，咱就罔听啦。哦，我普通时啊，咱就唔免讲话，迄个啊，那像即个重要的时阵，嗯，啊，就是过子时11点未使摒扫，啊，未使洗身躯。我当辛苦啊！但所以小朋友拢爱四五点嘛，光光去洗身躯。啊，就是啊，洗衫就代表啊，衫咱人去穿的啊。哦、啊，你若过12点啊，个要洗衫上爱有注意啊，个淡到落啊，啊淡淡到落，啊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时辰吼，12点过吼，卖讲12点，11点其实就是子时，嘿，就是安尼啊，啊，你规身躯都是会担当拢啊，所以不好咧。当当即马算一年的开始。安尼你有甲我提醒着，心情好心不的我，即马应该是讲哦，今日来传暗时咧食。啊，咱呐查某人拢伫咧厨房咧无用，遐囡仔就撞来撞去，撞来未晓要去洗身躯，所以即马大家发了小朋友去洗身躯，等一下晚上不可以洗澡了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即马安尼先来，咱过来先听歌。好 ，OK。
我会记得啊，吃团圆饭是愈晚愈好、嗯。啊，大人呐、啊，都要发压岁钱呐、啊，吼、嗯，囡仔压岁压岁，长命百岁。好，赞赞赞赞，大人拢去烦恼过年啦，哦，无钱安尼才过年，啊，囡仔拢啊啊，拢去啊，这个欢喜。哦，过年安尼好，有无同款的？对啊，小朋友一定欢喜这天的啊！你敢知影我囡仔是去欢安怎欢喜的？你囡仔时阵安怎欢喜？我晓，系啊。啊，都啊，哪讲食啊，都有鸡肉啊，三公碰时啊，喊你食啊，哪讲有食鸡肉啦，啊是鱼啊啦，哈、嗯，啊是讲哦，这是一定有的啦，哈、嗯，即摆去想的都唔是虾哩，唔是，要食地瓜呢。嗯，啊，一定有诶，迄是看到都赶紧先摕来吃。两项足重要诶，两项就是吼，佮我要压岁钱，今年会加一个无啦？吼、啊，阿公、啊、来吼，吼、哦，我那一半年啊吼，啊，这个啊、五六岁、六七岁啊，哦，啊，拢有新衫呢，吼、哦，迄新衫吼，过年阿妈拢都是大人，拢有去买啊啦，啊，肯定分成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嗰时讲，有当时啊，我啦吼，一半年啊，讲哦，吼，我要安尼，应该就穿哦，啊，我妈妈讲，啊，你这怎么？阿伯未使穿啊，阿伯明仔再，明仔再到再再再穿。嘿，啊，我同我那裤，我衫同我那裤，啊，蒙着，蒙着。
哎呦，会使看袂使清啦，看伊真正吼，赞无就对啦，赞啦，重点咩大哥就是吼，就爱水的啦，被我发现了，爱食猪骨咸爱水，我都不是讲点技术啥全，唔使我怕你安尼，因为艺术我介意。那讲到这真正有影诶，做妈妈吼，做大人很辛苦，啊，大人烦恼无钱，就是讲哦，过年真正哦，啊，囡仔也买新衫啦，啊，又搁食好料啦，啊，出来一寡歹的、无好的，都拢歹换换掉。所以其实真的要花很多钱呢。我做无用的，大人是做无用的。大人是无用的，搁烦恼。啊，囡仔是欢喜噶。啊，要安尼红包啊！拄仔咱讲到叶大哥，伊讲吼，伊上爱食啥物？上爱食猪骨。啊，你我问你，我问你，这是啥？哦，这哦。大家看这是啥？哦，这是啥？这刚那个插你猪骨也顶管的呀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。插你顶柜顶头拜拜，黑是叫啥物？这是叫做啥？我妹妹说，妹妹是小黄小蝴蝶。你那有拜拜不？有啊，有拜拜。啊，不过拢是爸爸妈妈在拜拜。今年爱食顶柜，这哦差不多拢插伫咧花柜，插伫咧顶柜顶头。对，这讲好做春啊花啦，春啊花对咧。哎，不过吼，叶大哥，你这春啊花吼，你个看，阮两个提这较。较大机的嘛，对啊，啊你这较小机，啊唔是讲哦，即花粿甲甜粿差无同款，听讲是南部甲北部吼，无同款，南部的讲这就是较短。啊对，啊那北部的讲就较长安尼啊，做法无啥共款，所以阮制作单位偌用心的去买两种无共款的，所以唔知咱好朋友恁到底是插长的还是插短的，还是插的花粿还是插的地粿？啊，长短都有。啊那插地粿，互你发财哦。插花粿，好了，安尼哦，大家大发财啦。啊那插地粿吼，互大家吼，诶，这个诶，这个啊，这个。啊，甜粿和你安尼吼，好家吼，有头有尾安尼吼，安尼吼，哦，你头你尾吼，拢好啦。哎，哥吼，叶大哥，嘿，刚才有这样代志跳过啊？拄啊，妹妹小蝴蝶明明都在讲啊，加。吃这个围炉吼，啊慢慢来吃吼，啊愈吃安尼吼，哎愈好安尼，规家伙啊安尼哦，你哦吃吃吃去遐坐坐，搁转来搁吃吃，一直甲吃，吃到吼愈晚愈好，但是就是要等下啊，等下压岁钱呐，压岁钱，嗯，因为今仔大家无闲，大家吼咧看这个过年啊吼，啊妈妈大家拢最无闲对无，啊所以咱哦call out出去，哦一两个啊来讲评评理。现在说大人欢乐没钱，小孩欢喜过年，啊，现在该发红包的时候的娘娘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哦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们三个也不是说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们三个，我不依，我不依，我们三个都可以啊，都按你讲，按你讲弄会使，不一定是大人跟小孩啦，哦，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角度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我问看麦，365天。那这天吼，囡仔会使通宵念念，对无，妹妹？对啊，对啊，一直耍，拢袂去用骂哦。大人嘛袂使骂人哦，也袂使骂人哦，袂使骂哦。你是在面子在哦？你今仔日袂使骂人哦，袂使哦。对啊，这红包摕来就赶紧来门前困，因为要五点就起床啊啦。啊，吹一阵无啦，嘿，红包还袂发真钱啊？对吼，我哎叶大哥，有影呢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发红包给我吼，你若是亲像我，我嫁外省人对无吼？我以前小朋友的时阵，我嘛是拢讲啊，食饭饱啊，阿公阿妈都爸爸妈妈都发钱啊，对无？阿囡仔都开始底下洗八刀啊，然后就熬夜啊。可是啊吼，哎呦，我嫁俺嫁去外省人因家吼，我俺湖南人哦，我第一届去因家我有惊到呢。讲即嘛食饭真正食足久的哦，啊拢已经唔食煞，啊咱做咱的新妇，咱就底下一直伺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了那个快12点的时候啊，哦，忽然之间，我的阿公，我的阿公，阮囝因阿祖，哦，啊就坐了好啊，啊坐伫咧迄个祖先祖咱拜拜迄个所在，迄个桌啊呢，啊伊也摆在坐安尼哦，坐安尼了吼，阮的大伯父开始啊，就迄囡仔出来，真正跪落去。
几个字？嘿，大大细细拢爱规，只要叫阿爸吼，就是最大的人，上老的都是坐椅啊顶啊啦吼。啊，今嘛伊要发红包啊，啊你也要提红包吼，爱规拜老祖宗哦。除了后面的牌位老祖宗，还有前面这一位花拿着红包的，啊都叫阿公叫阿祖，啊都长命百岁啊，新年快乐吼。安尼才会当提一包红包。哦，阮外省人是安尼呢，哦，足够，这哦真正有这个人讲吼，讲有尊重，吼，啊，迄长辈拢做了做。爷大哥，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红包拿来。啊，我们要call out，我们要call out，要call out哈，好。继续搁甲拼落去啦！
哦，你做这个节目太有意义了哦！啊，我怎讲话讲伤济啊？我讲遐济。啊，大家吼互相陪伴，上加重要吼，身体也顾好。对。所以叶大哥吼会出来啊、唱歌呢吼，阿、东老师讲啊，你都推广地就好啊啦。但这行都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啊。叶大哥啉六七年了，发觉讲嗯啊，这行哪会遮赞？对对。哇、哦，结果呢，来咱的节目内底推广落去，也更加赞。对对。咱这一个好朋友啊呢，欢喜甲挡袂掉。所以你是新同学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叶大哥。嗯，按这帝王泡尿的。嗯，啊，这这个杨华东、阿东、阿丹哥啊，介啊，这这个推荐的。哎对。哦，啊，摄影同事哈，啊，这个曼宁推荐的。啊，你推荐啥？不是伊推荐就买，啊，不是阿丹哥推荐就买，拢爱经过足济个查博士鉴定过。哦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信运通嘛是赶快，上盖重要，爱叶启田先生鉴定过才会使，因为咱拢要卖伊的歌呗，所以伊拢爱家己安尼哦，感觉就放心就 OK 才会使。啊，咱的这个地王波尼的地呐，新同学吼，咱紧甲讲一下。讲你咧啉这茶吼，阁会困诶，啊，阁袂安怎，袂伤胃，吼，足侪长辈拢是惊爱烦恼啥，你知无？烦恼，烦恼困袂去，惊啉茶困袂去，但是这茶吼，逐工甲啉，对身体足好，因为抗氧化、抗老化，啊，阁水分阁有够。啊，咱这茶王普洱茶是实茶哦，是迄足大丛诶，云南吼，普说西双版纳遐迄种诶足大丛迄种诶茶，啊，茶叶嘛足大，而且阁发加过哦，你看，哦。别人的茶拢清清啊，阮这拢足高的，甲叶大哥的感情同款高。嗯、但是会哭无？袂，会笑无？袂，会伤胃无？袂，爱困字无？对啦对啦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啦。对，所以重要是我们好多人喝了寿喜中感足欢喜，所以拄啊咧彩云在咧讲讲，哇、提好迄咯，已经要住安宁病房的嘛咧喝啦吼、啊，重点，咱今仔日。一斤的茶原价5000块，啊、一斤吼、是安尼啦，两盒无，铁盒两盒哦。啊，过来你唔捌泡过泡尼啊茶，阮拢用这大锅诶，这会使泡茶12次，就是冲热水，冲热水，冲12次，颜色都这么深哦，就奶泡诶，甲叶大哥诶关奶听同款，所以呢，买一斤的人，安尼，搁上这，阿姨大哥，搁上一个，对，冲爆气，冲爆气，你搁上一个啊？搁要上？你话你上啊，我上安尼啊。我是嘛是买3000块两斤，一斤茶搁上这冲爆气啊！我你啊，我你啊。啊，这 CD 就对啦。嗯。啊，嘿你行善的，嘿你爱送啊！啊，一套三斤啦。哎，只有过年才有哦，有买就有送哦，买一斤就送啊哦。啊，这 CD 是叶大哥安怎传的你啊？叶大哥讲给你听，足感动的。一套内底三斤啦。恁啊，这摕到吼，唔免烦恼，无迄个他听啦。我嘛会烦恼，连刚才怎个报告啦？这内底的歌王之歌，内底有来山姑娘，就是17、18岁的时阵，叶大哥吼，迄黑胶唱片给你转过来，因为就这人只有黑胶嘛，没办法听啊。所以呢，吼，要听到那个唱你大侠，就在这里面。歌王之歌，啊，这有30首，啊，那第二集都是青春之歌，啊。啊，青春之歌呢嘛是有30首，不过呢吼，咱今仔日买一斤，哈，啊，就送这，哈，冲泡气，啊，就搁送一集，看你要青春的啊，歌王的一集啦，哈，啊，但是叶大哥，过年到啊啦，好媳妇的有传你送嘿吼，我要送这。太棒了！咱的导播早就用出来啊，对不？所以电话一直来啊，对不？我有够讲的，我搁底下咧，搁底下咧请。我紧甲恁讲，今仔日呢，咱买两斤，买两斤的茶哦、喔，是偌济？原价是1万呢。啊，即马吼，你若讲一斤3000啊，啊两斤就6000，咱搁甲抬落去，剩5000。5000的重点是讲吼，过来送一卡鼎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这卡鼎就是不粘锅，叶大哥。
不粘锅就是未掉顶，未插火台啦。安尼有了解无？我嘛要提一个蛋来，我煮糜都唔免惊会插火台。煮糜未使用这插菜啦。啊，我今日甲大家讲啦吼，这吼这偌大，30公分啦吼，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咱一般厝内要蒸鱼、要插菜，上介方便的大细。重点伊这有导热，啊，伊这吼 SGS 的吼，拢甲你检查过，哎呦，够赞的，很安全。那不粘锅唯一有个坏处就是不能拿铁炉啊、甲炉安尼尔吼，啊，其他都可以哦。啊，哥再来，我甲你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。拄啊，我这个安尼摕起来吼，哦。规个全咧落落去涂骹，无代志呢。哦，这哦、喔，真正有个你安全装置啦，安全装置啊，过来哦、喔。伊大哥，你有看麦？这上面这个要干嘛的？这几分几分几分？好、哦，这几分，这个挂顶头几分？这要创啊？啊，好、啊，没错。擦菜擦菜，迄支真是吼，嘛要囥囥去食就好啊，免四界囥囥甲运甲垃圾个，安尼囥个就好啊。这个是小贴心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今仔日有听到无？过年前啊来哦，买第一人两斤，都甲送啥物？送 CD。两斤好不？两斤没晒吗 ？OK， 可以。进来进进来没晒，不行不行，咱制作人工不行，咱都是爱上这個。送一卡鼎，搁送一个 CD 哦，啊 CD 是看你要第一集、第二集啦。啊，你若毋捌买过的人，咱就安怎？咱就买一斤嘛，我嘛无甲你要求济，你就好好看就好。因为大家拢会唱啦吼，起码大家要来唱啊！来，咱台南的台南的陈大哥嘛，是你吗？哦、哎呦，半年，有，你好，叶、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因为我吼，最近有听到吼，迄、那个叶大哥你。就一代人生，嘿，吼、哦，我足感动，吼、哦哦就是，啊，我的查某囝，就是你，吼，恁做迄个万年家，嘿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歌，我做用心，陈氏小姐，嘿，做用心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恁迄、那个，算迄个办这个节目吼，非常的好，哎呦，你唔感恩呐，谢谢你啊，万年吼，我早嫁，我早嫁就名做陈玉凤，阿姨就是讲，恁做有迄个专心，吼，阿姨吼，讲吼伊。感觉讲今仔日有存在，就是歌王哦，因为有你，较早起来人生啊，啊，所以伊真有成就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嘛要感谢讲恁有用心，好，啊，我今仔日是要甲恁感谢，好，啊，这个迄个要甲恁买迄个什么幸运粉，好啦好，拢买，啊买啥拢甲买，空吧空空7638888，甲买落去就对啊啦。过年前啊，大行拢熟，大行拢上就对啦哈、啊，谢谢你哦，迄、那个陈这个陈妈妈，我看哦，连明有时间，有机会搁call out予你，啊，咱即马做生理的时间，我先甲生理做起来哈，你等我哦吼，来空八空空7638888，我们刚刚那位小姐那是有故事的，等一下再讲给大家听，来一斤送 CD， 两斤就送鼎就对啊啦。啊，送鼎会使阁送一袋 CD 无？哎、欸，嘛是送 CD 啊！啊啦，讲吧讲讲，7638888，咱即马算讲有买都有送就对啦。哎、欸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有买都有送。都啊，我讲圣人粉嘛有送啦。哈？哦，啊，客服都会知影啦。有无？有啊、哦。有啦有啦嘛有啊。哎、啊、来，讲吧讲讲，7638888，要过年啊，大家好过年。啊，圣人粉要送这個，就你讲的，你我讲的，我讲的，顶日啊，顶日排顶讲的，我嘛讲好啊。啊，幸运通有送无？幸运通嘛送，要通的嘛甲送，系啦。哦，啊买第嘛送，啊但是哦，只有买第今仔日5000块买第，才有送鼎啦。这鼎真正足好个鼎，这不是一般个鼎，这不粘锅，而且它有涂层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一般的不粘锅有些地方不能用，人伊这有够牛的哦，伊这个技术是安怎？咱什么鼎伊拢来，拢会下就对啦吼。电磁炉、电炉、瓦斯炉、红外线炉、电陶炉，所以只要能加热的，它都可以炒。看你要炒饭还是炒面，还是要煎鱼吼，还是要卤物件拢可以诶。啊，够轻轻啊，叶大哥。你知道好心不会吼，起码在选择吼，袂使伤重啦。啊，我了解，啊，佫袂使伤轻呢，会骨气对无？啊，你看伊个屁屁，看他的屁股，选心不如爱看较清啊。你看他
这就是安怎你知无？这有分这对无？这就是导热块的，哦，伊这就是下骹底这较厚，啊，导热块吼，啊，咱这个袂骨气哦。你知影有人吼，迄顶安尼吼，迄放个种的压缩炉顶头，迄个啊，阵的骨气粗气呢，偌危险嘞。所以我去选这底较厚的，啊，然后这有这导热较好。哦，啊，搁未骨气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这干嘞五十卡尔，恁紧卡电话过你。嗯，平常时啊，本来就是吃饭、玩、喝茶，只能喝这种哦。为什么？你看香港人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叫普洱茶，熟茶。哈，啊，那呢吼，来帮助吸收啊，然后又可以去油腻。所以过年的时候，你哪要上礼啊？有无吼？一盖甲买两斤，嘛无够啊！你讲你买四斤，安尼哦，新妇的一卡。擦彩钉，你家己嘛搁留一卡，这样好像比较刚好哎，一万块也可以，两万块也行，拿去送。喝普洱茶，提高你的价值地位。阿姐吼，都爱跟鹅落去，鹅落去，别人无呀，只有你才有啊，这个也只有叶大哥才有啊，哈，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咱休困一下，马上搁倒转来哦。
哇，今仔日就是除夕啦吼，三十暝啊吼，大家较无闲，所以咱今仔日就卖给大家苦瓜遐辛苦啊。虽然大家都很想要跟叶大哥啊聊聊，说说吉祥话吼，讲一寡好话，大家好相见。就好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今日大家无闲，所以今仔日我们换个方式，小蝴蝶，我们现在做什么？哇，叶大哥扣二号零啊！哎呦、哦，好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今仔日到底是要扣何些人呢？阿卡基，你若无接，我就挂断啊！好，所以吼、哦，真的其实今天应该大部分人都在家啦，哦，就无闲，大部分拢伫咧是惊讲哦，那咧念你无接到就可惜，咱即马扣出去了没有？在哭啊，在哭啊，在哭啊！那我们来看看他在不在家。大家有听到我嘟嘟去吗？喂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家门的喜，我是波多曼波。哦，我发现我呢，好听听到呢吼。你好，我是叶启田。叶启田大哥你好，曼宁你好，阿姐你好，大姐你好。哇，阿帅阿姐，阿帅阿帅阿姐，我问你，今麦这个时间你咧无影响，无影响。今日是除夕呀，我无闲款拜拜呀、啊，今仔日拜呀呀。啊，是云南团圆呀，威龙。哦，威龙。啊，新明在家吼，你稍等下，跟阮开讲一下啦。你今仔看到拜啊，香爱烧落去，你就通啊来跟阮开讲一下。叶大哥，你要甲阿叔讲一下无？好啊，这祝你安尼。这个新年快乐！明天啊、这个后日这两三天啊，去佚佗安尼吼，我佚佗足欢喜的安尼哎呦，阿妈、啊，叶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吼，我即摆穿迄个拜拜，用俺穿迄个五角的夹帮。你敢知呀？我吼甲恁买迄个普洱茶吼，我食到吼，我的三高佮含糖分拢降低。啊，好滴！我再讲，我不看恁的小包，我佮开甲买大包的，你敢知呀？我是安怎买买大包的呢？是安怎？我有三个的囡仔，我有三个后生，两个查囝。囡仔嘛，为了的时阵吼，我泡普洱茶互因啉，我前早都互因讲，拢炸一斤当伊啉。好饮啉饮料啦，饮普洱茶较健康啦。哦，有够个！你个普洱茶足好个呢。哦，有够！多谢。妈妈够款好哎哦。哦，搁传拜拜，搁传微罗，搁传茶了。好啦，我直接咪哦，真正甲你讲一句安尼吼，唔是感谢你啊。哦，你啊买普洱茶，买变讲两万块。就让你哦，加赚200万。哦，你一定赚的啦！啊，身体就加作用的。哎呦，啊，我连红枣枸杞嘛买啦。真的啊！因为过年爱食红枣枸杞啊，年年好啊。哦，啊，所以红枣有影啦吼。红枣今仔日当年拢爱摆咧桌啊顶的啊，食红枣年年好啊。哎呀，阿顺。你哪会这么巧啦？叶大哥讲要给你吼，哎，买2万，赚200万呐、啊！啊，你想你五个囡仔，啊有嫁出去的，甲娶入来呢？哈哈，安尼我收到啦，我真欢喜的。恁吼安尼做无用的，今恁吼出去，啊，恁拢搁继续去做做无好款，我嘛爱感谢恁呢。哎呀，谢谢你啦！啊，这围炉快乐哈！嘿呀、啊，大家拢好起哈，规家伙啊，团团圆圆，身体健康。啊，搁准备搁大发财啦哈！大发财哦，你嘛爱发财啦！哦，谢谢你啊！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谢谢啊！哇，真巧呀呢！过完呢哦，买茶讲囡仔一个拢够分好，有食够有提。啊，有影啦！过年吼，有当时啊，咱可能会食较好，有影。真的，你看大鱼大肉吼，吼，迄今仔日茶吼，爱安怎哩在？往安尼跑上班啦！
哎大哥，咱来搞迄大地果吼，摕出来用过去啊，哎啦，不会讲的。啊，而且吼，咱那咧泡高山茶，许六头都无力啊，对不对吼？咱那泡这吼普洱茶，也使搁泡搁泡搁泡，啊泡到十二泡以上吼，拢感觉讲哎，喝到十二点以上，啊连咪啊那熟睡吼，就是咱到十二点嘛，放炮啊，食水饺啊，应在心里白了，咱搁会困会去。我咧讲，有个人可能啊吼，食饭饱开始啊泡茶。哇，等一点嘛，啊等两点嘛，啊都天要光啊，等来啊要困去，啊搁透早都要搁起来，搁爱拜拜啊，所以、哦、所以千万不要选错茶哦，你选错茶，你都袂困去，你很麻烦哦。对对对，啊对呀，这啊对啊，我吼，安尼啊不，我即马你讲要会赴的啦。哎呦呦呦，啊对啊吼，啊伊讲吼好，我个五个囝拢吼买普洱茶拢好个啊，啊我讲买好呀，安尼加赚遐侪钱啊。是哩。啊，托你讲白啊，你爱听到。你还我民主的呢，有啦，在心里嘛，听到啊，你看在心里嘛，听到啊，我民主的哦，大哥在心里嘛，听到啊，今仔日叶大哥唔捌做这个装扮，你看伊的头壳顶迄粒仔，啊，咱呐吼维护维护吼，和咱卡去领导哦，你今仔只画面有无甲翕起来？叶大哥，嗯，你爱安尼啊？啊，这位今仔日就是咱的摘星牙，跟大家报道一下。啊，你看这帮的人，大家拢哦，啊，这钱滚滚对恁兜去啊！丢丢丢丢丢，金牛上再来，金牛再跑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哦，咱今嘛来讲一挂吉祥话啦。啊，这吃果子，和你过好日子。吃菜头。好彩头哦，安尼紧嘞紧嘞来，敬你一杯茶，好好，来，健康无问题，饮落去，对啦，真真重要，啊对对对，吃红枣吃红枣，好你年年好，啊要搁姐姐来讲完无，姐姐讲完，让大家现金开袂完，好，这，啊要吃地瓜无，啊，吃地瓜啊。哦，真滴贵！好，大家探机会，探机会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哥就是上爱食滴贵，所以爱搁倒一句啊，倒一句啊，这啦吼。啊，当然吉祥话说不完，最重要的是咱的心呐，吼，咱波多曼波，咱的波多广，还有我，曼宁，曼宁，曼宁，对对对，还有蝴蝶，对啊，叶大哥，你看你外高诶，你安尼吼。叫一个 money money 来，啊叫一个蝴蝶，好起来好起来，叠叠叠，哎，所以啊吼，咱一起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哦，欢迎哦。最美丽是天。
希望我甲你一生来做知己。朋友，朋友，好朋友，是咱成功的本钱。跳出着乡里，用心甘愿放下心爱，不搁倒转去。虽然流浪他乡，犹原思念你，怀念彼时的情谊，不敢放袂记。哎呦，洒脱爱的故乡，沿路春风吹散寂寞阮一个，现在已经成功倒来，欢喜要相会。恁来乡着故乡，心情真轻松，想起可爱的小姐，如今是怎样？哎呀，洒脱爱的故乡，黄昏西平。日头渐渐落山后，远看见厝后河边美丽的景致，遥望阮的故乡已经在眼前，回复你是咱双人快乐青春梦，阿呦洒脱爱的故乡，阿呦洒脱爱的故乡。大家好，我是蝴蝶，蝴蝶来了，福气来啊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发大财！恭喜恭喜，我是 Money Money， 祝福大家金牛年好运一直来，金银财宝来来来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启田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